嗨，各位同学好，我是中德老师 David 老师。今天还是一样进入到我们自然拼读以及国际音标的应用学习。在上一堂课我们结束了一个循环，我们教到的是 OIST， 发音为 OIST OIST OIST， 教过生词有 HOIST MOIST。 然后我们进入到新的循环，也就是叫到 OO， 在长元的时候我们会发出 OO呜呜，来，在全新的课程哦，我们来哦哦的时候，我们发出呜呜呜，教过生词有 bu tu u zu 这几个生词哦。那今天这个循环呢、哦，我们利用 A E I O U 的一个学习顺序啊、哦、，A E I O U 的学习顺序，我们来看，在新的循环中，我们教的是 O O 发出长元。但在 OOD 的时候有三种发音哦，好，在这个地方老师给大家带来比较特别的一个课程哦，因为在学自然拼读的同学们呢在学这个 OO 的时候都知道 OO 有一个短元念 U U U， 它有一个长元念 U U U， 在这个地方哦，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在教学中比较特别啊，因为它有短元音、长元音，还有一个破音短元、哦、也就是念 at at at。老师逐步的、哦、在这一堂课给大家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教学、哦、所以 o o 我们知道它的长元 u u u， 然后我们来看、哦、它的 short vowel， 它的 short vowel ut ut ut， 以及它的 variant。哦、它的 variant、哦、它的 variant 的时候是念什么呢 ？at at at。好，来我们看啊、哦，第一个最简单处理的长元 ，ut ut ut。我们来看第一个啊、哦、，onset 我们找出 f f， 然后这时候我们来念什么呢 ？f f f food food。Food， 然后再来 ，M 我们念什么 ？M M M， mood mood mood。哦，那记得有些啊、哦，有些老师在教啊、哦、这个地方啊、哦，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啊、哦，就是说到底长元短元的取舍之间。那我们来先来看短元的时候 ，short 不是 variant 哦 ，short 的时候不是 variant 哦。然后我们来看啊、哦。第一个我们找的是 onset， 我们找的是 g、哦、那这时候注意啊，把这个 u、哦、o o 的这个、哦、短物音念出来的称叫 ut ut ut， good good good， 长元 mood mood mood， 要注意u、哦、拉长一点 mood mood mood， 相对的短元的时候就把刚刚那个 u 念短一点 good good good， h 声门哦 h hood hood hood， 那再来 st st 我们念什么 s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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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、哦、stoodstood stood、哦、那最后一个 w、哦哦、approximate w 带进来的时候 w w w oot oot oot、哦、这个比较简单、哦、长元跟短元再来一下 f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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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od moodmood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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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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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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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ot oot oot，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短元跟长元呢、哦、听不是太出来哦、有的人他是加重语气，有的是延长语气、哦、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先讲破音形态念 at
at 这个就比较特别，它是 variant 哦，所以短元跟长元你或许啊、念的别人也听不太出来短元跟长元的差异性，但是当他念 at 这个就一定是有差异性的啊、也就是我们在 onset 找出 bl 注意啊 blood 然后 fl 啊、注意啊 fl 我们来看啊、fl 念什么flood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、短音跟长音的取舍中，你可以看到在 ad 这个 variant 的形态的时候啊，唯一一个差异性它是用了 approximate 静音 l l 所以注意 l 它配上 u 的时候不会念 lu 啊，这个音啊，也不会念 l 这个音啊，所以它一定是念 blood 相对其他的音来看的话，它就是短元跟长元比较 extend 啊、长长的念，或者是比较急促啊 short 啊 short and strong 啊、短而急促来念啊，但是基本上在音标中的、标示法的时候，有时候短元跟长元它两者都可、所以在跟老师念长元的时候 long vowel oo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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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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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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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短元 short vowel 短短急促 short and strong good goodGood, hood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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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ood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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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ot, oot, oot. 以及 short and variant,、短而急促破音。Blood, blood, blood, flood, flood, flood.对，今天这个地方、希望同学们真的把这三个音、不管是 oo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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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元音或者短元音、oot oot oot 以破音短元 oo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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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加强练习、同学们还是一样，如果喜欢中德老师 David 老师这边提供给你的自然拼读的规则、国际音标的应用学习、进阶的应该学习、如果喜欢的话，也欢迎你在老师的影片后方帮老师按个赞，做个分享、同样的、如果你对语法或者英语其他方面有些问题的话，也欢迎你在老师影片后方、留个言，老师看到会尽快回复你的讯息。以上就今天的教学，也谢谢大家收看。